Take on the journey with LBC,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今天是1月23号北京时间晚上7:30。好，欢迎大家再一次准时收看我们的 LBC 周日直播。我是刘老师，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的晚上7:30准时的在脸书上等着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好，我是刘老师，我现在在北京，今天是1月23号。今天呢，刘老师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基本的语法啊。这个语法非常非常重要。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这个太简单了，我在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就学了。可是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简单吗？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练习一个语法。那现在在我们的等候室里已经有了我们的老朋友唐华，我们先邀请他进来啊，邀请他进来。好，唐华已经进来了啊。好，如果你想参加今天的直播呢，也请你把你的邮箱地址通过我们的网站发给我们，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今天的直播课的地址，跟刘老师一起来练习中文的语法，好吗？好，唐华你好。Hello， 老师好。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来了。啊，对，好久不见了。好的啊，明珠也来了，我们也欢迎明珠进来，好吗？唐华最近怎么样？不错，不错，我觉得不错吧。嗯，工作忙不忙？有一点忙，其实有点忙了。对，最近事很多，有很多事要做。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对，辛苦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新年刚开始了，所以工作应该是比较多的。好，在利比亚可能是新年刚开始，但是在中国呢，现在是。一年的结束啊，现在在中国是一年的结束啊。好，明珠也来了，欢迎你，明珠。老师好。嗯，好，晚上好啊。好，那唐华和明珠，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年中国的新年是哪一天呢？是2月1号。2月1号。好，明珠是几月几号？今年？对。这里缅甸吗？不是不是，中国的新年是几月几号？2月1号。对，好，唐华，唐华刚才说几月几号？2月1号吧。嗯，是的啊，你们都说对了。那今年中国的新年是2月1号，大家都说对了。好啊，非常好。那现在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年的结束的时间啊，所以大家都在放松，其实都在等这个新年的到来啊。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现在也来了啊，是周山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好的。那我们一边欢迎新的同学，一边开始今天的语法。那大家知道中文所有的语言all languages 所有的语言都有 subject object 还有 verb， 对不对？好，我先给大家静音好不好？我怎么给大家静音呢？好，算了。好，那大家知道所有的语言就是 subject object 还有 verb， 对不对啊？在所有的语言都一样。那请问大家，在中文里先说 subject 还是先说 object 还是先说 verb？
subject 吗？嗯 ？Subject。Subject， 嗯，好。主宾吗？他英文怎么说？主宾，主宾。好，我们先说这个啊 ，subject, verb, object， 它们的顺序是什么，对不对 ？The order of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啊，是顺序啊。好，那都是啊，刚才唐华和明珠都说是 subject 开始，对不对 ？subject 开始，然后呢？然后是什么？然后呢，如果句子里有一个事件的词汇，我们会用那个事件的词。是的，非常好，非常好。好，然后呢？然后呢，应该是动作。啊，动作啊，动作啊，我们不说动作，是动词。动词，动词。啊，非常好啊，好。所以 subject， 然后动词，最后是什么？宾语。啊，非常好啊！明珠说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是啊，宾语，宾语也就是 object。嗯，好，可能有些同学说啊，为什么我学中文要学这个subject, verb, object， 这个太麻烦。嗯，但是因为你们都是很聪明的成人，所以如果你们学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语法对你们的中文是有帮助的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中文的语法的顺序啊，语法的句子的顺序。好，所以中文是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that's our basic sentence order， 对不对？ our basic sentence order， 一般的句子啊，一般的句子是 subject verb object。那刚才明珠说 object 是宾语，那 subject 是什么呢？主语。非常好啊， subject 是主语啊，主语啊，所以主语 verb 是什么？动词。非常好，动词，动词。那 object 是什么？嗯，主语。嗯，啊，对，宾语啊，宾语啊，主语、动词和宾语啊，所以主语、动词和宾语，对吗？主语、动词和宾语啊，所以这个是中文的句子的顺序。嗯，好的，那现在，哦，有一位朋友进来了，有一位朋友进来，我们先欢迎他进来哈。好的，那我们先看一看。现在我们知道中文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宾语。那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句子啊，明珠，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句子吗？啊，好。他接到了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好的，好。那这个句子，大家看一看，主语是什么？啊，动词是什么？宾语是什么？动词是接到的。好，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嗯，等主语是他，嗯，动词是接到了，还有宾语是起，剩下的。啊，好，明珠说主语是他，动词是接到了，宾语是剩下的。嗯，那唐华你同意吗？同意。不过是一个朋友从美国的来的，这个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宾语是电话，应该说，不过这个句子都是宾语，应该说。嗯，好的。好，大家说的都非常好啊，你们的这个对句子的感觉非常好，你们的语感很好啊。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所以它是主语，对吧？好，然后呢，这个接到了是动词。嗯，好，然后这个呢，都是宾语吧？啊，比较长的宾语。对，然后这个宾语好长啊，对吧？
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这么长啊，都是宾语啊。好，但是你们都说对了啊，都说对了。好的，你们怎么知道接到了是动词？怎么知道接到了是动词？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吧？不过接到了又了这个词，这个表示是这个已经发过去的一个动词吧？所以看到了就知道了。对，非常好啊，看到了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了是一个动词后面的这个助词，对吧？接到了啊，好，非常好啊。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句子啊，唐华，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嗯，好，感谢啊。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是他太太买的。嗯，非常好，非常好。那大家说一说这个句子，主语是什么？动词是什么？宾语是什么？我觉得是一样的吧。那个主语是他，嗯，动词应该是穿，啊，不是穿的，不是。嗯，小心哦，这个句子不是，小心。没有吧？这个句子可能是没有动词吧？嗯，所有的句子都有动词。那个主语，主语是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买是主语，买是动词。好，再想一想啊。买是动词。别着急。嗯，明珠。请你把这个句子再读一遍好不好？我觉得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这是主语，是动词，然后剩下的是可以说宾语吗？好，所以明珠的意见跟唐华的意见不一样，对不对啊？好，我觉得毛衣这个是应该是那个动词，因为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这个是那个宾语吗？好的，这个是宾语吗？好的，那个那件毛衣就是宾语，那件毛衣就是。张亮说一说你的看法。张亮说一说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那件毛衣就是句子的宾语，然后它就是这个主语啊。OK，I see， 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说，你们按照那个 logic 的来看，他买毛衣 ，right？ 他买毛衣，所以你说他是主语，毛衣是宾语，对不对？好，我们不要想这个 logic 的问题啊，我们就看句子里啊，就看句子里。虽然我们可能不确定动词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对不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pattern， 一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什么结构？是的。对，非常好，有一个是的结构，对不对啊？是的结构啊，是谁买的？是他太太买的，对不对啊？好，是他太太买的。那什么东西是他太太买的？什么东西是他太太买的？那件毛衣。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对啊。不是别的东西，是那件毛衣是他太太买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句子的话题 ，the topic of the sentence， you could say the topic of the sentence 是那件毛衣，对不对啊？可以说是 subject， 也可以说是一个 topic， 对不对啊？毛衣，太太买的啊，毛衣是太太买的啊，所以在这个句子里 ，subject 主语是。那件毛衣啊，那件毛衣啊，所以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是这个句子的主语啊，是这个句子的主语。好的，那我们接着看
这两个短语吧，这两个短语，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有什么你觉得一样的地方？的，两个句子用这个对，用这个的来联合补语和然后有所有句子的部分。嗯，好的啊，张亮和明珠都发现了啊，这两个上面的和下面的都有一个的，都有的，对不对啊？好，大家都注意到了，这里有的，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的，然后的连接了两个部分，的把前面和后面连在一起，对不对？嗯，对。好，那下一个问题，这两个是句子吗？不是，不一定。不是，嗯，这两个是句子吗？第一个是句子吗？第二个是句子吗？明珠都不是。好，明珠，你说为什么不是句子？大家晚上好。因为这里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个 pattern， 主语啊，还有动词，还有宾语，那这里没有这个结构。好，非常好，非常好啊。好，那刚才我看到桂芳和苏培静也进来了，欢迎你们。桂芳你好。大家好，老师好。欢迎桂芳。啊，培静也来了，欢迎培静、啊、老师。欢迎培静。老师，那个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这个算是形容词吗？嗯，好好，这个呢，你不可以说是形容词，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部分我们说是定语 modifier， modifier for noun， 我们说定语。好，那下面就是这个句子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两个短语它不是句子啊。大家都看到他们的特点是中间有一个的，然后的连接了前面的部分和后面的部分，中间是的，对不对？好，那这样的短语是名词短语还是动词短语？名词短语。非常好，是一个名词短语啊。为什么是一个名词短语呢？因为的后面有电话这个动词，还有的前面有穿的这个动词。嗯，好，名词短语。那我们不看的前面啊，不要看的前面，我们看的后面。的后面电话是名词还是动词？名词。非常好啊。那件毛衣是名词还是动词呢？名词。啊，非常好，也是名词。什么是名词？也是名词啊。好，所以大家都说对了啊。所以下次你看到的，你知道它一定是一个名词短语，因为它的后面是一个名词啊。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这个电话是谁打的电话？是谁打的电话？是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啊，好，一个朋友的电话啊，一个朋友从哪儿打来的电话呢？从美国。啊，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啊，所以前面的都是定语 modifier to describe the telephone， the phone， 对不对？好，那我们看那件毛衣是谁的？是他的。
他的，是男的，嗯，是他的，是他哪天穿的？是他哪天穿的？他昨天穿的，昨天穿的，他昨天穿的，啊，没错啊，好，所以周上来了。周山好热闹、哦、你好老师，老师你好、哦、欢迎周山，今天好热闹啊，裴静啊，老朋友都来了、啊、很多朋友啊对啊，我们都很熟悉，是的，都很熟悉了啊。好，所以虽然你可能很早很早就学的，但是这个的它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可它可以告诉我们是名词还是动词，对不对啊？所以的后面一定是一个名词啊，一定是一个名词。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在第一个句子里它是主语还是宾语？主语吧，主语啊，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啊、不是不是宾语，宾语啊，他是宾语对吗？我以为你说的是他那个前面的那个他，对，也是短语名词啊，名词短语，对，名词短语，其实所有包括的这个这个词语都是名词短语，是的，非常好啊。好，那我们看在这个句子里，他昨天穿的那件毛衣是主语还是宾语？主语。主语，很好啊，很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的 phrase， 的 phrase 啊，的 structure， 一个的字结构，一个的字结构，它一定是名词的。它一定是名词的，它可以是主语，它可以是主语啊，它也可以是宾语啊，它也可以是宾语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句子的结构 structure 是什么，对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些中文句子的结构。好的，哎，好，嗯，这个句子啊，好，这个句子，这个桂芳，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好的，我昨天在会上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啊 ，OK， 好，找一找主语是什么，动词是什么，宾语是什么。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说的话就是这个短语名词。等一下啊，别着急，慢慢来。主语，主语是我。其实我好好学了语法呀、啊。对，张亮很认真的学习语法。哎，好，主语，主语。我是我。啊，我很好啊，我。动词。说的啊、哦，非常啊、哦，说了。宾语，动词就是说应该说的话，说了，说啊，宾语可以，嗯，话很多不应该说的话，说啊，很好啊，这个都是宾语对吗？嗯，啊，好。其实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有一个很大的很明显的的，对吧？啊，好的啊，好，这些话是应该说的还是不应该说的？不应该说的啊，是一句话还是两句话还是很多句话？很多对啊，很多很多不应该说的话啊。好的，现在大家的这个结构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句子。好，唐华，可以请你读一下吗？好的，我去科技
我去科技馆参观的那个展览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啊。还是啊，告诉我主语、动词和宾语。主语、动词和宾语。主语是我吧？嗯，我。然后动词是去。动词是去。参观的那个展览。啊，是参观。名字。是什么？段友名词。参观的那个展览就是名，这个段友名词。名词短语啦，张亮。名词短语。科技馆参加的都是名词短语嘛？主语是我，动词是去，然后剩下的都是名词短语。好，好 ，So where's our the？ 我们的的在哪儿？我们的的在哪儿？参观的。参观的。啊，是这个啊？对，等一下啊。哎。哎，回来了。哎，啊，我们的的啊，在这儿是不是？我们的的。啊，我们的的啊，好，那的连接了前面和后面，的前面和后面在一起，对不对？你不可以把的前面和后面分开，不要分开它们啊。所以再看一看，再看一看主语是什么？对。我去科技馆。参观的那个展览，这是主语。那个展览非常有趣。啊，所以我去科技馆参观的那个展览在一起都是主语啊，你不可以把它们分开啊，因为他们在的左边和右边啊，所以你不可以把它们分开啊。好，那这个是主语。嗯，这个是主语。那动词是什么？这个句子有没有动词？参观，没有两个，没有吧？没有动词，没有啊，没有动词。好，等一下，参观白蚁草，它参观自己是一个动词，但是它不是这个句子的动词，对不对？啊，它不是这个句子的动词啊。好，那啊，是的。唐华说的很好啊，有趣，它是一个 adjective， but adjective can serve the function as verb， 形容词可以作为句子的谓语啊，形容词可以作为句子的谓语啊，但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的啊的，所以你们看这个主语很长很长，对不对？很长很长啊，好。那非常好，我们再看一看第三个。这个裴静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呢？好的，从这个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嗯，很好，读得很好。那大家看一看主语、动词、宾语，主语、动词、宾语。这句就很长了，慢慢来啊。主语是，我们，动词是学到了，还有剩下的很多从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就是宾语。好，桂芳，你觉得呢？我同意的，但是那个前面的同学的活动中是什么？好，裴静，你觉得呢？什么是主语？是那个长长的句子吗？老师，我不确定。我们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嗯，太长了吧，哈哈，太长了啊。好，在这个很长的句子里主语是什么？主语是什么？我们对了啊，我们，这个很明显对吧，是我们啊，不是别人，是我们啊，这是我们的主语。好，动词学到了啊，
学到了，学到了。很好，大家看到了乐，对不对啊？学到了啊，所以这是动词。那宾语是什么？很多很多从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啊，这个很长的都是我们的宾语，对吗？啊，为什么？大家看到了这个吗？这个是什么？的知识，对不对？的知识啊，的知识非常好啊。好，老师，那我们就这前一部分，为什么有两个这个呢？这个是这个错误吗？有两个什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对不起，我写错了。为什么有这个？啊，我写错了，对不起。我也是这样子，这个不，这个。对不起，我写错了啊！这个，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个句子，挑战一下啊！这个句子是非常难的，非常高级的句子啊！这个句子非常高级。那个明珠，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大陆学取得大陆学历，而且返回台湾就业。业的台湾学生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嗯，好，很长啊，很长。那个唐华，你可以帮我们再读一次吗？好的，取得大陆学历，而且返回台湾就业的台湾学生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嗯，好的，这个句子比第三个句子更长。那你们能找到这个句子的主语吗？主语很明显吧？主语比较小，就是台湾学生。真的吗？取得大陆学历，而且大陆到台湾就业的台湾学生是主语。那动词是什么？取得有。宾语是什么？宾语就是取得大陆学历，而且返回台湾就业的台湾学生，这个是宾语。别来别。就是学生，就是这个学生。别着急。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中文的句子顺序 ，the order of a typical Chinese sentence， 一个中文句子的顺序应该是主语啊，主语、动词，然后是什么？宾语啊，宾语，动词，宾语，对吧？那主语、动词和宾语，那主语一定是在前面，宾语一定是在后面，对不对啊？这个不可以换啊。好，那我们先看一看啊，这个宾语是什么？宾语可能简单一点，宾语，工作机会，工作机会啊，这个大家都看出来了，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的，对不对？有一个的啊，所以我们把它们再放在一起，更好的工作机会是我们的宾语，对不对啊？是我们的宾语。那动词是什么？有，非常好，有是我们的动词，对吧？有啊，有是一个动词啊。好，那有的前面能不能找到的在哪里？就业的台湾学生，台湾学生，这里找到了的，对不对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的啊，所以的台湾学生，台湾学生是我们的，你可以说是我们的名词啊，名词短语的名词。那前面的前面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台湾学生，对不对？Who are they?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他们做了什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看的后面，的后面啊是一个名词。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台湾学生是主语，
对吗？是主语啊。好，这些台湾学生，这些台湾学生他们去大陆为什么？学习啊。哦，学习。取得什么？取得大陆学历。取得大陆学历。嗯，学历，学历史。学历啊，学历，上大学还是上研究生还是上博士啊，这是你的学历啊。好，那取得学历以后他们做什么？回台湾。台湾。台湾就业。对，返回台湾就业，对不对啊？所以啊，所以是这样的和这样的台湾学生，对吗？啊，所以你们看这个主语非常非常非常长，对吗？非常非常非常长啊。好，那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中文句子的结构，那我们接着看。现在呢，因为啊，我们刚才一直在找的，对不对？一直在找我们的的。那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把的放在哪儿？你把的放在哪儿？你把的放在哪儿？外面。C 吧。再来的声音。D 在 C。C 的声音。C 的声音。好，裴静。啊，裴静，请你读一下你的答案。好，一听见妈妈从外面走来的声音，她马上把信放在了那个，我这个不会读了，抽屉，啊，抽屉，什么里，我不会读了，抽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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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嗯，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为什么是 C？ 为什么是 C？ 因为声音是名词。非常好啊，所以声音是名词啊。我们知道的应该在一个名词的前面，非常好啊。好，那我们看第二个。他家墙上。过了很多，活活力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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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玩具的小玩具 ，B 好啊，桂芳是什么 ？B 我说的是 B 吧？啊 ，B 那桂芳你可以读一下吗？他家墙上挂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小玩具。嗯，好，为什么不是 C？ 小玩具，这小玩具是。为什么不是 C？ 玩具是一个名词，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是 C？ 是 C， 是 C 啊。因为小玩具是在一起的。小玩具是一个。是什么名字？好好，大家的语感很好啊。应该是花花绿绿的小玩具。小玩具、啊。花花绿绿的小玩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玩具小is the nature of the 玩具啊。You cannot separate them 啊。大玩具、小玩具这些我们不会分开的啊，不可以分开啊。大小什么的这样的，一般来说不会把它们分开啊。小玩具是在一起的啊。好，非常好。那我们看第三个，他们举办了一场。神兽演唱会参观营，对，为什么？哈哈，你厉害厉害、啊，你好厉害、啊，唐华，请你读一下吧，好吧？好的，那他们举办了一场神兽的观众欢迎大型的。歌舞晚会，晚会，
北静跟着一起读了，好，没关系啊。好，大家都练一练自己的这个阅读能力啊。好，那到底是 C 还是 D 呢？是 C 还是 D 呢？D 应该是 D 吧。D 吧，应该是 D。D 啊，可能是 C 啊。嗯。不可能。好，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呢跟刚才这个句子是一样的哈。哎，这个刚才我们说大玩具小玩具啊，这个或者是或者是还有什么白发啊，白发白色的头发，白发中间没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小玩具，还有下面我们说这个大型歌舞晚会，中间都没有的啊，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C。哎，张亮赢了，张亮赢了，厉害厉害，张亮厉害了，很棒，鼓掌鼓掌。好，我们再来一个。一方大饼画了光了他的原来的 D D D 赚来挣来的钱，挣来的钱，对对，好，张亮你可以读一下吗？好，一场大猫饼画光了他多年辛辛苦苦进来的钱。好，一场大什么？病患光了他多年辛辛苦苦进来的钱。好的啊，好的，一场大病啊，一场大病花光了。花光了啊，花光了。好，那所以张亮你的答案是 D 对不对？是 D。 对，是 D。 为什么不是 A？ 大兵是不可以，大兵是一起的啊，也可以啊，也可以是啊。一场大的病，一场大的病。好，不行啊，不可以说大的病小的病，不可以啊，只能说大病小病啊，大病小病啊。好，所以但是我们看到钱也是一个名词对吧，钱也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好，非常好，那我们接着看。好，那请大家看这个句子对不对，这个句子对不对？不对，不对，对，一条红色的长裙。好，明珠你觉得呢？不对吧？不对。周山，对，我听到周山说话了。周山，这个句子对不对？不对不对，老师。那你觉得这个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他妹妹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裙。好，非常好啊，大家都说对了啊，长裙、短裙。然后我们说大病小病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啊，长的裙短的裙不行啊，不行啊，大的病小的病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句子是错的啊，是错的。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他妹妹穿着一条红色的红色的长裙啊。对，好，非常好，再来一个。
对，这个句子对不对？接下来很 OK 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对，我觉得可以。啊，是对呀，是对的呀。啊，对啊，大家都说对了，这个句子是对的啊，这个句子是对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啊快到了。好，那今天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就是的字结构，的字结构，我们来复习一下。首先，中文的句子，中文的句子顺序啊，中文的句子顺序是什么？主语动词动词宾语，非常好，主语动词宾语。那我们今天练习的的字结构，的 phrase， 的字结构在中文的句子里可以当什么？主语和宾语都可以，还有宾语。对，可以当主语和宾语。好，所以下一次你在看到一个很长的中文句子的时候，你可以找什么？找的。对，找的啊，找到的啊，找到的。的的后面一般来说是什么？的的后面一般来说是什么？是名词。一个名词啊，非常好。名词短语。名词短语。名词短语。啊，老师是不是有一首歌叫那个哪里有彩虹？哪里有哦，那首歌的名字就是彩虹。对，那首什么？哪里有彩虹？告诉我吧。那我们今天应该说哪里有的？告诉我。是的。哪里有的？告诉我。对啊，对，唐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小的这个怎么说？小的妙招啊，小妙招，然后告诉我们去找的啊，一定要找的。可能大家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学了的，但是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它有多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的字短语。好的，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不是，是的，嗯，我觉得最不知道的不是这个的，还有两个的。都有三个的吧，的，这个是应该比较复杂的。如果下次我们来学习这三个的，应该是比较难。哦，对，的对的。好啊，中文里有三个的啊，三个重要的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学了一个的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学别的的，别的的。好的，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的内容我非常喜欢，谢谢刘老师，我很高兴啊。谢谢老师。也谢谢你们的支持。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吧。好，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下次见，拜拜。Take on the journey with LBC,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